篮球的队长了，还想要当我们队长？这就是女团，你是最晚进来的，你怎么当队长？我也想哭，不要哭！我跟你说，真的放松跳，享受舞台 ，OK。啤酒音乐节它连续三天，7月7号到7月9号。那7月8号这一天呢，有林湘、雅涵、紫菱的演出。那他们这一次演出呢，是我帮他们排的，所以呢，我人现在也在现场。那现在非常非常早，现在是9点半，然后我们就人就已经在梦时代彩排啦。其实我们昨天晚上就已经来过这里彩排。我们早上会再来彩排的原因是因为林湘他们的耳麦要再多做确认一次，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又来到这边集合，再彩排一次。好可爱哦，这是他们这一次的活动扇。今天他的扇子呢？他今天的 OOTD 就是来追星的、啊。今天就是来追星的、啊，追林湘啊。你今天追的不是 BLACKPINK 哦，不是不是，我今天追的是林湘。看一下，我为了跟他一样的穿搭，外勤他的上衣，我也选了一个白配头的穿搭，对，然后粉，你看粉。哇塞，是来追星的，你是丽奈文创三朵花的粉丝，我会被打，我以后会难过。你转过去，我拍你。我会被打，以上不是我，这是综艺效果而已。我以后我还是会努力学，可以的，很棒。紧张吗，宝贝？其实我一点都不紧张，真的。我完全因为你这一次只有跳舞，但是八月的那一期就要唱歌了。对啊，而且八月是唱两首歌。很期待，是这一次出的单曲吗？对，全新单曲《三朵花》的单曲，还有我个人的单曲。好期待！那你会跳舞吗？会，我的也是唱跳。太棒了！所以我音会垫很大，垫90%。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好吗？我们8月份也可以一起来现场支持一下林湘。对。我们的彩排已经结束了，现在就是我们的休息时间。今天下午2点半呢，就是啤酒音乐节的进场时间，到时候再带大家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对，直击后台，我们雅涵的脚起水泡了，超痛的。现在大家知道女生真的不好当了吧？穿高跟鞋真的是很长在那边，要穿高跟鞋跳舞。对。哇，我脸也太红了吧！对，你看你多热，你看看，超热的。他从昨天晚上就一直在讲他自己油光满 面，到今天早上还在说，就我现在应该油光满面了吧？不会不会，你就当水光机。彩排实在太热了。对，今天真的是跳一 round 而已。哎，今天太阳太热情，但是天气很好，我觉得大家也会很开心啦，总比下雨好，还是下雨比较好。没有哎，我不想。总比淋雨好。我们现在准备回饭店休息。现在彩排结束啦，回去休息。耶！这两个人一直在拿错手机，手机壳一样。对啊，因为我们只要看可爱的手机壳，我们就会买给对方，一起用一样手机壳，然后我们总是拿错。有亲和力。对对对。我们这当中最有经验就是雅涵。对啊。雅涵唱跳已经蛮习惯的。对。就是也还好吧。台风比较稳。一个字稳。对。谢谢你的夸奖。期待今晚的表现。上巴士了，刚刚彩排结束，这种感觉如何？整个这样上大舞台，这是第一次，第一次，然后也是第一次唱单曲啊。对，我上一次唱歌就是魏春龙，我还以为你要说在 KTV， 没有到整个啊，还没开场，而且脑袋也还没真的打开啦，没开了，脑袋可是开得很快的，所以你是属于那种早上起来开机开超快的那种，对，我的那个闹铃铃起床。真的假的？刚刚看起来还蛮顺利的，整个是还算游刃有余。丹丹汉堡丹尼早午餐，可以可以，有丹丹汉堡啦。高雄就是要点丹丹汉堡。OK， 这就没有外送啊。就是呢，你跟我们相处的这几天来，你有发现谁最常被欺负吗？谁最常被欺负？我目前是没看出来，但我感觉他有点，感觉是他，是他吗？啊，哇，还是其实不是他。我会小晴被他的妆给骗去了，真的，他真的超会演的。没有，你应该要去当演员才对。超会演，
因为女子团体都是这样，就是一定会有那种很会演，然后假装，就是那种绿茶，很头发绿绿的那种绿茶色，绿绿的啦，绿茶色。我们所以最常最欺负的是，还是他是才是最常欺负人的，对，狗屁啦！你不要走心啦，子琳，抱歉啦。你不是那个欺负人的人啦、啊、你只是因为头发是绿色的。抱歉抱歉，我现在情绪不佳，我不适合访问你，去问他吧。抱歉了，抱歉了，林香道歉了。我觉得我难过，我现在觉得我的心情很难过。这一部片叫林香道歉了。没有，我真的讲不出来，我真的那个理智也不敢，你问他吧。你好。为什么的？不愧是兰花精哎、欸，好会演戏哦、喔！所以是谁？应该是我吧？我是蛮会呀、啊，怎么会被欺负嘞？你看你这个态度，那我觉得他就是那个欺负人家的人。那你自己说我是欺负你的人吗？没有啊，他是照顾我的，他是会买手机壳给我的。这样的人可以获得手机壳。下一次你也送他过，假装没看到三个错误，他就会送你一个手机。三个就好了，三个不如自己买。我们现在在丹丹买汉堡，吃丹丹，高雄就在来吃丹丹啦、啊。第一次吃哎、欸，对我刚刚推荐了他好吃的丹丹汉堡，对，回去，哈哈，都还没吃，还没吃到，对，我们等下回饭店吃。因为我喝了，我觉得哎，感觉还不错，笑死我！你看他是不是很会演？是，起来的感觉就会让我觉得哎，那他的面相我真的很像。你是有收代言费是不是？你干嘛还没吃哎、欸、？OK， 我们到房间了。大家好饿、哦，吃早餐，吃早餐。女子团体的背后，十二点半按摩对不对？然后我们大概，你们还要整理行李，所以你们大概12:05，你们就得要回去房间整理行李，然后拿给琳娜，然后我们12:15出门 ，OK 吗？好，那你们吃东西了。一看就知道谁分量比较大，啊，谁的这个三朵花的队长？哦，难怪你就是篮球的队长了，还想要当我们队长？这就是女团，你是最晚进来的，你为什么当队长？就是女子团体背后的样子，不要以为他们有多和乐啊！你看看那个阶级制度，你们就知道了。刚刚手都拿大包小包的。我到现场了，我们今天的集合时间其实是下午4:30。那因为我想要提早进来看一下啤酒节的摊位，所以我提早进来，但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一进来入口就可以看到啤酒节的大 logo， 而且今天人真的好多好多。今天我看到什么？我看到紫菱啊、林香的立牌。我们现在尽量协调，让喷水车能够进来，不舒服一定要说。现在舞台上有黑幕，再跟大家说有不舒服一定要说，拜托，谢谢。所以暂时先把黑幕拉起来，这样比较不影响艺人的走位。那因为现在已经入场了，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在等待当中。非常好，震撼到我心。听说有另外一种开场方式，来我们看看。然后，别人如果看到我这样，可能会觉得我是怪的，就是很可爱啊。啊，不是还有弹唇吗？对，那个，对对对，就让嘴巴放松。对对对对对，我看你的老神在在，已经要准备上场了。有点小紧张啊，现在才开始紧张，没有表现出来的。我们今天雅涵的造型，其实我还蛮兴奋的。希望现场不要就是没有人尖叫就好。会啦，我们在下面帮你尖叫。好好好，我在旁边，然后就整个影片都是我的声音。我们刚刚已经就是有制造一些假冠军，因为有请造型师谁谁，然后配合我们尖叫，又怕没人尖叫。期待啦，我好兴奋哦，怎么办？我替你们开心。我要赶快上台，因为现在我们是6:00上台，现在5:30，对，5:30而已，差不多了。你会紧张吗？其实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吗？对，我有点紧张。叫别人不要紧张，对，通常叫别人不要紧张，就是自己很紧张。对。然后搞不好，所以你每次上台前叫我不要紧张，都是你超紧张。不是啊，我要紧张什么？我又不用上台。紧
像我挑醋啊？不会啦，我很兴奋好不好？你不知道我今天多兴奋吗？不要怕不要怕，刚准备上台了。你在大口喘气吗？加油，要上台了，加油。小勇，他的音乐梦，他们的耳机都相当紧张，到一直流泪。支持他们。